他今天就调皮。哦，他今天看到他家狗来了，有点兴奋。多大？他已经刷门了。没了没了。不适应。我都是喊过来追的。哦，还有一栋的，都是在国外作为归隐地，他们走才回来的。哦。说归隐地，我原本以为。他说他有个一栋，他专门回来的。哦。在香港。他说他的狗在哪里？